你秉正好好给他鼓励，先画又认真又好了。而且呢，他画活动呢是他说只有他跟哥哥去啊，还有阿嬷吗？是吗？还是谁？然后就是他说很多人一起去101的观景台，然后大家去看101观景的时候呢，还有推着娃娃车的啊，跟其他人一起去啊。然后说那时候有人带了笔呢，他说他开始拿笔画了外面101的情景这样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很棒啊，今天包括人的感觉啊，布置的感觉啊，人的样貌啊，跟服饰的细节啊，其实画很不错呢。他画完以后说：“老师，我可以画一个地方不太一样吗？什么地方不一样？就是远远的玉山展览，我说也可以啊。你想要画，你想要加一些场景，可以啊。”他有说一个什么巨蛋，他说我有看到巨蛋的情景，我觉得不错呢。今天取景跟细节画得非常非常好，大家放松。再来呢。